歡迎大家再一次回到兄弟亂開箱的，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SS Figure Adventure Infinity World Doctor Strange Battle on Titan Edition 的這個版本的 Doctor Strange、啊、這個應該是 SS Figure 第三隻的 Doctor Strange、啊、所以就開出來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不同的。So, 封面是这样一个 Dr. String 的真话啦，旁边一个 Dr. String 啦，一些官图啦，还有 Dr. String 的人、嗯、好啦，大大狗啊，所以这个盒子都很大的了，所以有附送一个 effect 键，这个传送门的 effect 键。好，首先我们看看有这个 Dr. Swing 的本体，一个可换头，这两个头雕都是新做的，所以会比之前的两个版本的头雕来得好。之后有七对可换手这么多，就这个手是一个effect 键的手啦， effect 键是非常之多的，这些魔法阵的图啊，还有这个时间宝石的 effect 啦，刀啊，一把刀啦，还有这些 effect 手套件的。So, 开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先。好啦，这个就是 Dr. Strange 所有的 accessory 和可换手啦，所以非常之多嘢搞的，所以一阵逐一帮大家介绍啦。首先我哋睇下呢个 Dr. String 嘅样子，系整到比较靓仔咗嘅，唔似之前两个 version 咁样咁差噶。虽然都唔系话好似，但系都好咗好多噶啦。是比之前好好多咗啦。So, 简单睇下呢件袍係变咗一个布嘅袍啦。So, 有呢、這个边皮係有啲铁线可以摆出嗰啲你鍾意点样摆嘅姿势都得嘅。So, 大概佢件衫我咁样望落去是跟之前那两个 version 都是一样的，即是我有第一个 version 那个 Dr. String 应该会拿出来做一个对比啦。好了，跟住下来我们看看个可动性啦，所以头左右是大概是这样的幅度的，少少啦，但是 OK 的，够用就 OK 啦。向上向落都是这样的幅度啦，之后的手平举 OK 的，360会顶到那个铺啦，都斜斜地是 OK 的，这样90度 OK 啦，手腕360 OK 的。所以條腰向前是這樣的幅度啦，向後都有 OK 的，多一點點啦，左右都可以動多一點啦，腳向前踢是去到這樣的。是会顶到件袍的，横踢大概是这样的幅度的。苏霞本身的运动是大大影响，因为这件胶袍啦，膝头哥是可以去到这样的幅度的，指脚板都冇改善啦，同 version 1嘅都係咁上下啦，喐動非常之低啦。腳
尖係有可以喐動嘅，都大概成個 body 係冇咩改過，係改咗個樣嘅。之後第一對係一個拳頭嘅手啦，都大概就係咁啦。好，第二對係一個中間有個窿嘅手型啦，都係可以配合攞呢個武器嘅。都自己怼入嘅时候非常之小心啲啦，因为把嘢都咁嘅钩质都唔系非常之好嘅，都大概就咁样啦。so 呢个有把武器啦，法术刀啊，都几正嘅，咁样睇落。好，而第三对手系一个蓝花子嘅手啦。所以我哋配埋呢個 effect 嚟玩啦，所以一個細圈一個大圈啦，咁樣套響手入邊啦，所以都幾好玩嘅咯。都有第四對手啦，有多少似嗰啲 rocker 嘅手勢嘅，所以再配合埋呢個我哋另一個 effect 青色嘅 effect 啦，係呢個時間寶石嘅 effect 嘅。大概就是咁啦，大嘅张开手嘅呢个手型啦，都顺便我哋试埋呢个 effect 键，呢个 effect 键之前 version one 都有噶啦，所以系可以装响呢个手腕下低嘅，所以都系可以做一个魔法阵嘅一个 effect 啦，都非常之正嘅。而第六對手咧，亦都係一個張開手嘅手型啦，但係冇呢只張開到咁大噶，都屬於比較中中地啦。同樣我都套埋呢個時間寶石嘅 effect 啦，所以今次呢片係送一片啫喎，唔知係咪留咗俾我咧？通常係兩片噶嘛，係呢個青色嘅 effect 就得一片啫。所以呢個手型就係咁樣啦，一個半開手咁樣啦。好，而第七對手就一個都係張開手，但係個手指係埋啲嘅，都大概就係咁嘅樣啦。好啦，到最後一對第八對手啦，係一個突位啦，同之前嗰個 1.0 嘅一樣啦。所以呢個位係可以裝上呢啲 effect 喺手上啦。大概是这样咯，但是这个不好处是因为耐了这里会爆一点，即是松了，所以都就不是挺好看了。而它还有另一个手型是黐住这个魔法师的这个手型，非常之正的 effect， 看下去非常之正的。一个手揸刀，一个手放这个魔法师，非常之正的一个 effect。好，跟住我哋就擺到尾，就要睇個頭型啦。都通常頭型我係睇換咗俾大家睇先，但係呢個一定要放到最後，非常之正嘅。跟住就係呢個第二個樣啦，呢個非常之冥想嘅樣，非常之 steam 啊，好似好爽咁樣嘅樣啦。裝上呢個樣個咧，佢有一個 effect 咧，就係拆咗呢個。呢、这個時間寶石嘅鏈墜啦，所以呢個我都真係要小心啦，驚佢好容易唔見啊！大家真係小心啲啦，所以就可以攞出一個 effect 插住嗰個鏈墜嘅空位啦。都放上呢個 effect 過後咧，就擺出呢個翹腳。冇錯啦，佢哋喺度冥想緊，哇，好 steam 啊，好爽啊，非常之搞笑嘅。所以呢個係一個賣點嚟啦，非常之正。
好啦，即系我哋攞出之前我介绍过嘅 Doctor Swing 1.0 啦，同埋而家呢只 3.0 做一个对比嘅。So 大概睇下个样先啦。So 样系有大大嘅改善咗嘅。So 虽然仲系都系有多少唔似。100% 似啦，可能一個第三方嘅做得非常之似啦，都係好大進步咗比起呢、這個。所以嗰件衫係幾乎係同一個帽嚟噶，所以我睇落係同一個帽啦，變化都唔大嘅，都係呢個。这个手这里的上色有点不一样啦，做这个深色一点，这个浅色一点，但是件衫都有少少深浅色的分别，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好像这些位置，这个比较光鲜一点，这个暗一点，都基本是同一个帽子的，腳就差不多是一模一樣了，沒什麼變化的，所以我相信都是同一個帽子，1.0、2.0、3.0 的 body 呢 是同一個帽子，連那件袍都是同一個帽子，是這個是硬膠啦，現在是變成布的，所以它都是加了那個這個載位不同的，改了多少啦，改成部件啦，都大概都是同一个帽嚟嘅，只不过头雕换做过咗啦，都咁咯，加埋啲 accessory 就出多只，到 3.0 啦。都其实我之前系订咗 3.0 嘅，不过睇到网上有人放呢个 1.0。非常之平啊，放百幾蚊嘅時候，我就忍唔住屎忽痕就買翻嚟啦。So 就做一個對比咁樣咯。好啦，之後我哋攞出之前介紹過嘅呢個 Final Better Edition 嘅 Captain America 啦，同埋呢個中動嘅 Iron Man Mark IV 嚟做一個對比啦。So 今日呢個 Doctor Strange。这个 Better on Titan 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觉得之前没买过 1.0 2.0 可以买这个的，因为 accessory 真的比较多的，可换性比较高啦，所以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啦，下集见啦，拜拜。Shall we begin?